每周三、每周六九点准时更新。啊太弱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胜利者，凤雏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妖盒就要给人了。他可不见得会要。嗯，来拿吧，这是爷赏你的。哎，尼尔目众多，最近城内有没有什么异常？如果除去你在暗龙商会搞出的动静，就只能是那个地方了。到了。前段时间黑市里出了一位神医，兜售一种神药，无所不能。是药有问题？就是普通的药粉。那你还让我来？所有流言从来不是空穴来风。好熟悉的魂力波动，我进去就来。站住！站住！不见了！小杂种，快起来！放开我！跟我回去，非得要好好管教管教！救命！救命！黑市交易的不只是东西。干嘛？你救得了一个，救得了千万个吗？你是说让我就这样看着？弱肉强食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则。放开我，我不要回去。还敢乱动，老子回去弄死你！死东，不回去！怎么会有妖兽？我头啊！去死吧！该死的是你！就在那儿，当街杀人，就地正法。我不想的。哎，白灵。用魂力检查一下他。是。找到了。那是。等一下。那家伙是妖兽，快点了结他。他是人类。你没看到他的触手吗？刚刚他还杀了一个人。不是说披了张人皮就是人了。你。都住手吧。事有蹊跷，秦方阁会接手调查，这孩子就交给妾身吧。但是，朱莲，这就是你说的遇到这位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莲我就帮你开启修为。选一把，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
给我送点吃的。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开！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料去了。秦羽啊，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羽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们来吧，秦羽。检测的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被恶人攻击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恶人都！我们死掉了！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的，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